2020东京奥运，台湾在多项运动项目大放异彩，民众现在走到哪都在讨论。加上现在威力彩连杠35期，上看10亿，买气也因此大大提升。碰碰运气吗？碰碰运气。对啊，拿个100块，搏搏运气啊。冲着威力彩超高奖金，有民众大手笔集资包牌，也有人试试手气用电脑选号。这当中，奥运金牌得主林洋佩也成为签注的热门号码。因为现在冬奥的关系嘛，所以有一些冬奥的14牌，林洋佩只花34分就打败中国队。所以像34的幸运号码也是就是成为热门号码。因为疫情慢慢趋缓，加上奥运热，人潮通通回来了。从下午4、5点到晚上8点都是尖峰时段，光是威力彩买气就暴增8到9成，就连热门选手姓名笔画也很多人买。像是举重女神郭幸淳，名字个别都是11画，因此11成为热门选项。而柔道银牌杨永伟三个字的笔画分别是13、9以及15，因此这三个数字也是许多人的下注参考。38个号码，你可以就是上面7个选7个号码，下面1到8，一组就是5600的包牌，就是大家民众可以一起集资，跟家人集资或好朋友集资，一起买一注包牌。彩券行业者也不吝啬分享其他小撇步，奥运赛事如火如荼进行，让彩券业绩跟着蒸蒸日上，就看谁的财运爆棚，能在一夕之间成为亿万富翁。TVBS 新闻陈胜文 SNG 小组台北市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，等你哦。